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分享我在网上看到的模组，这个是 Typical Heroes， 里面包含了各种各式各样的英雄以及反派。现在我们就为此我特意找来了蝙蝠侠洞穴的地图，其实还不止蝙蝠侠洞穴，整个哥谭市甚至大都会都有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吧。首先，这个蝙蝠侠能力加五速加16的生命，还有攻击加20，有点饿。好，我们刚刚使用一个爆炸，把自己都毁了。好，此刻，哎呀，我们手上右上角有显示有个蝙蝠标加一个红色，看起来像炸弹。对，真的很炸弹。哦，这是毒气的标。哦，中毒。好，这边看起来蓝蓝的，不知道是冰还是闪电。哦，看起来是闪电。这边应该是烟雾弹，这烟雾效果看起来非常好，但里面完全看不到人了。这边没有。电补标看起来蛮小的，不知道伤害如何。我们叫集一只铁巨人好。哦，攻击是4，炸弹，看起来不明显，再丢一次，看起来有差不多9还是10，啊，熟悉的，强攻中毒，闪电，一下攻击20，这闪电还不会伤到自己，不错。请容我调个模式上去一下。OK， 那我们看完蝙蝠侠，好说，来让你测试一下，因为很多超级英雄模组的蝙蝠侠都有滑翔功能，这个比较可惜一点是没有。当然至少会有蝙蝠侠的。既然我们都要看蝙蝠侠，我们就直接看下一个吧。我们就看闪电侠。好，左右边可以看到我们的速度表。可以冲得越快。F 呢可以下降，我自己都是采用预设。然后他有给一台机器可以做出来的，这边可以看一下他的能力哦，怎么样？哦，这是穿透，通过震动来使什么频率相同。等一下一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式可不可以穿透吧。那看起来不行。好，神经侠大致上看完了，我们来召唤一只铁巨人看一下伤害吧。铁巨人，现在好像30。这边有写30，非常强，相比正常状态下来讲，而且每一个好像都有回复效果，好像是不会被破坏的样子。你，
等我们看完了，我们来看另一个同样会用闪电的家伙吧。这个闪电，沙赞。沙赞这个比较特别哦，它需要变身，所以我们喊一下沙赞吧。现在，刚才比蝙蝠侠还帅了，效果。召唤闪电，直接叫闪电光束，雷电光束。啊，这家伙同样会飞。还说会飞，还有一个看起来不自然的披风。我有心做到这样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按 B 可以飞行，但 R 是这个闪电，这个范围。好，我们再交一只铁巨人。哦，是，这貌似也是二十，哦，感觉不止。交一只40点伤害，真的有点可怕了。盔甲加80，哦，而且击灭效果，你看，生命加20，生命就是加20。沙赞我等下留着听，下去可以飞起来。好，给我们看钢骨吧。刚刚待机的时候是蓝色嘛，很有趣的设定。但是音波炮，音波炮看起来没什么用的。哦，十点伤害，只能30。可以飞吗？哦，它一样可以飞的。飞行。我们一样可以透过这台机器来看一下钢骨有什么能力。哦，伤害每一次。然后可以边挥边发这光束，是一个重自攻击的家伙。那个超人最后再看，先看这个神女超人。神女超人，有剑有盾。剑和盾，剑攻击+5，盾就是盾。哎，盾，我来看一下防御力效果如何。首先，我们先脱装盾一下，然后盾，我说盾，哦盾，哦是连击退不会有，等一下，来弄砍，45，攻击+40，哦，好像跟沙赞同等级。常常都是神嘛，神一般的力啊，讲出来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。哦，这是防御吗？好像，哦，这是那个传说中了。呵，他刚想多少王者？好像是守护银镯。暗黑服会比较看清楚，先把盾拿下来。我拿两根桌子在那边挡。哎，刚刚伤害多少？40点，也是大招吧？那也是范围攻击的。好 ，next one。等一下万众瞩目的超人，我的大超，首先飞行，有一样按 B， 然后镭射吧，这是超人，然后按起来，啊不行，我们看一下我按键 ，R F C G X Z Y F，
C G X Z Y， 好像错了，好，看一下超能什么能力。X-ray， 还有发现，哦，按住才会有，可以看到生物，可以看到这些特殊的物件，嗯，都会变白白的，这样不太准。我们飞行，飞行，飞行，哦，飞起来 ，F， 刚看到那个铁巨人嘛，那我们可以这时候突然出现。雷射招，激光，力量型代表一样是神等级的，感觉他们都分神等级而已。或是这个 Tier 4阶级，应该就代表他的能力。来，这里。东西都要物归原位，除了蝙蝠侠嘛，前四位不如，所以我们就带着蝙蝠侠吧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黑寡妇。这个电电棒好像也有启动的感觉。然后这边原本不会发光，推上去就会发光。然后我推测，因为手枪还没有特别说是谁的，所以应该是这样。那我看他都哪两个，这样吧。这是一个普通的这个，刚刚是不是闪烁一下？电击15点，还行。哦，这边快通了，这边没有回复的，已经只是像强大的凡人了。然后一个小小触电，哎，我忘了看那个枪了，超大声！然后可不可以再拿一把？死因不行，我们直接调装招，然后拿出一把新的吧。我一次拿出64了。哎，然后我们双枪登场了。喂，哦，一次是发两颗，左右两边都有那种。那，哦，我们来看看吧。8点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下一位吧。下一位是鹰眼，枪棒，棒，好。哦，鹰眼看起来就。非常薄弱的装备，简单。哎，复合弓。嗯，终于看到会耗耐久的。鹰眼攻击加10，行。回合一点。拉满射击12，拉满射击10。行，然后我只有10了，10以上了，16，我看一下，比较普通一点，看看鹰眼能力啊，
姻缘，怎么姻缘？Sharpshooter，对啊，应该就射击比较厉害而已。终究是凡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打血清的反应。美国队长更强吧？怎么还给我？哦，被丢盾牌。叫一只，然后我们先涂装。击退，还不是会用回旋来当禁用吗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丢，啊，去去去去，会，哦，这个会，飞镖感觉，队长居然有用过枪啊。哦，盾牌会背在背上，还不错。看完这个凡人系列，我们看下一届的凡人吧。OK，凡人，这个凡人，这是钢铁。哎，只要戴头盔就可以，还不错哎。就看到什么中人。无限之战的时候，他就戴一个头盔，拿着一个头盔那边对话。哎、欸，不对，那个是终局之战。然后我们看讲飞行能力，飞不会飞的家伙。啊，按键又改，真麻烦。然后我看一下 ，B 是 flight， 然后 B 是去更换武器，对，飞行模式 ；G 是重置武器。欸，我应该是更换武器啊，啊，我是启用那种掌心炮，意思是装，啊，我刚刚没穿完，两个飞不起来。啊，那这样飞起来，哦，有，飞起来，飞起来。好，这是普通的飞行，只有四根下面。四肢的火力在飞，那我看 B， 哦，后面长出翅膀，再看再来是 B， 哦，这是那个更快的感觉，下面直接合起来，好像那个乐高人偶，好，这一般的，先关掉飞行，看完了，好，接下来是，哦。我是反应如光速，左右两边的手收，那挥击还蛮特殊的。看一下伤害吧，我现在普攻，普攻30点。哦，是持续伤害，还附带一个击退。哦，这个持续伤害非常强。来普攻收掉他。这个状态启用这个光速情况下是没法使用普攻攻击的，只要注意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F， 哦，这边是雷射大炮。好，这边用了右边的武器的话，武器系统的话就是不能用左边的一般的掌心炮。好，看一下吧。我这是旁边弄侧翼弄出一些神奇的辅助攻击，我们看一下。那再换下一个，这是击退拳，手上变成这样，跟僵尸一样。击退，超远哎、欸！铁军可以打那么远，很厉害。他是匕首，没看清楚，再招一招。匕首，
手感觉还好啊，重置武器两狙，然后匕首可以就是很快速的飞过，秒，这攻击没差吧？然后下一个是导弹，看起来会爆炸，然后炸掉一下。哦，武器那么少，来，然后飞起来。嘿，哦，这边是往前，啊，来吧，导弹，二十几点，快三十，然后钢铁差不多了，以防万一，我们再确认一下。哎呀，东西都炸掉了。这集主要是演示给各位看这些英雄的能力。之后我会把，对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装备，我的动画，这是看起来好笑。不，装备上，而且它有个细节的地方，我也注意看。在这个状态下，我头还没长出来嘛，都会长出来的。而且他那个换武器也会变，但肩上多了飞弹。好，看完他细节地方，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吗？哦，对，这个核心嘛，是就会变成你看哦，装甲便利，收纳的话就直接合起来，集中到这里。收纳便利，买一套吧，啊，不是，然后浩克，浩克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翻不出来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就，对啊，这个状态下很强啊，简直这个状态下就很强了。不过我们先变浩克吧，这个浩克看起来非常和善，哦，这样的话是多了超强击退，体就会被我们打到那个。晕，都攻击我。哎，我看一下浩克的特殊能力啊。哦，他 R 加跳是一个大跳跃，还有 F 是一个杂技，然后 X 是变身。哎，铁拳，杂，那我们先看那个跳跃好了。会的，哦，先按 R， 再按空白，我一个。快速跳跃，把你解决掉，回不到，不行了啊！跳跃，哦，你还在，我按 F， 这 smash 的确实时间还蛮快的，我希望他做一个冷却表之类的，还是弄100嘛，100啊。等一下，我先把生物破坏给解决掉。那我们来直接造一个凋零吧。我觉得不太可能吧。这局要当封面了。浩克一个杂技吧，那个三百阶凋零怪给弄不见了，一个杂技非常。怎么好像在地上？这个杂技会波及盔甲下来，希望没弄到所有的这边。那我看变身吧，变回去说。刚衣服是紫色，然后为什么我把外套弄掉？那只是代表没有用啊。看索尔，雷霆之神，说会飞吗？对，不用转锤锤了。但我们还是可以交锤锤出来啊。哦，我看一下怎么丢锤子来了。
先把飞机关掉。我，等下我是被自己锤子打到啊！哇，这个，该怎么说呢？有点挫。叫铁圈车伤害就好，不小心叫死教练。好，我们再叫铁锤员吧。49，锤锤是，哦，这里是神等级，锤锤的话是加9，所以一个跳跃，伤害高根本射不出来。跳跃下去73点，非常恶心。好，丢锤锤的话，刚刚看好像是一排之类的，对，一排60点，那这样会砸到自己。叮叮锤锤，这个雷神之锤还是很强，49点嘛，行吧。看看 R，R 的话是闪电光速，跟相比，沙在那个两手伸出来一起攻击的话，有点挫。转战锤子，哇，这15点，就是强化版的那个黑寡妇那个闪电一戳冲出来的吧？为什么他不用楼梯呢？啊？那索尔能力应该看完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索尔，有吗？雷闪电光速得到那个，这应该是雷神之锤，直接翻译过来。不念，飞行，然后右键加蹲下会丢，然后还会砸到自己，非常的有趣。OK， 一直。看我的机关枪，等一下，会被砸死。反正所有是这样玩的。其实所有为什么最强的，不是因为他力大无穷，又是闪电之神，只是因为锤子机关枪啊。啊，被自己锤子砸死。啊。真会死，啪啪！刚把锤子那脱掉，你就免费送我锤子哦！不要那么多啊！哎 ，OK， 我看洛基，说他结义兄弟啊。洛基的话能力稍微低一点，我成为欧洲巨之神了，诡计之神。能力强没有用，好，洛基有这个很厉害的权杖，好像是从奥丁那边靠来的，是不是？不确定。洛基现在是43，因为这权杖关系，只有13点。好，前面尖尖的，鹿角下，好，这是不是20点？相比老哥来讲，更厉害一点。哦，就，好，洛基没有飞行能力，取而代之是他有瞬移。按 R 可以标记位置，就是看你顺到哪里。按 R， 再按一次 R 的话是顺过去那边。嘿，哦喂，哦就，两个是传送门。等一下，我操，那边可笑。等我换一下钢铁飞上去啊。不是球球看起来很，有点该怎么说？继续还在转，很可爱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洛基没有别的能力哦。Loki， 然后可以隐形，好得到权杖，所以又是一样，我们可以无限拿，无限刷。哎，丢出去的话是这样平摆在转，说我刚刚是。一个锤子嘛，对，我还蛮喜欢这个感觉的。只不过之后有机会盖一点，大家看别的模组，看那个雷神之锤，我觉得更什么，更符合漫画里面。反正讲后面几只讲太久了，看你行吗？
哦，隐形这个厉害哦，真正意义上隐形，连同所有东西都隐形起来。啊，我看完了，包包塞不下了。真是这家伙不知道谁嘛，就是刚在那个不对，超人不见了，但超人不见了，超人的钢铁之躯里面那位反派啊，一样克星人，所以克星人没有灭绝，呵呵，一样有这个镭射眼，靠谱的飞行。好像就没了。哎呀，最后一次应该要看洛基了。觉得答案是扎德将军。哦，一样有 X-ray， 就是透视眼 ，X 光。嗯，你透视眼。哦，有了。你透视眼还有先机语啊？哎，为什么你透视眼还有先机语啊？也不靠谱哦。我们先测出他跟超人的差别喽。那我们先测他伤害吧。41，而且飞很远，差不多跟超人一样。20年的镭射眼，跟超人一样。这镭射眼不会烧你的。嗯，我们想要，我看一下超人好了。Superman， 超人的话，镭射眼的距离，应该说透视距离，我们直接用创造飞行就好了。哎呀，克星人的眼睛其实在是，虽然比人类好啊，那只不过就是好那么一点点，盔甲教授也可以看得到。对，好。我们的英雄们还有反派也都介绍完了。好，身为布鲁斯·韦恩，我来回到这里吧。我现在那边有一个蝙蝠侠标志，刚好是当作影片结尾。好，我们在哥谭市的旅程将会开展。我先带大家看了一遍自己英雄伙伴以及敌人反派他们的能力所在哪？众所皆知，蝙蝠侠是一位全世界最伟大的侦探。对对对，而且也是一个高强的聪明人，非常高智商嘛。但是想要打败这些坏人的话，我们必须在出发前就做好准备，准备周详计划。所以现在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招可能遇到敌人及伙伴的能力有什么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此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